广州，我们来了，峨眉龙山。冲马桶，冲马桶这个视频吗？不小心又进来黑头耶，里面满满一堆耶。上榜必吃永基金楼。哎，晚上很美耶，我看穿这玩意儿。你找的是那里？大家好，又是我美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广州，我们来了，欢迎来到广州。现在我们在 check in 我们的酒店呢、啊。其实我不懂我们住哪里了，来到这边哦，看到那个酒店名字才知道，我们住在吉子酒店。这个酒店呢，在网上的评价蛮不错的哦。然后我一进那个酒店的时候，哇，看到好多 orange。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停车位。我们住在1506号房，你们是住在1509？不可以透露。你们是不是住在1509 ？Yes。啊，不可以透露，你的朋友已经透露了，这没有安全意识。哇哇，哎，不错哦，它的那个酒店的装修我很喜欢，它是那种 brown brown 的，风景是可以看到广州啊，广州的朋友你哋好啊。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厕所，小小莫，半透明的那个意思啊，真的没？哇，我们半透明没有奇怪啊，你们半透明才奇怪吧？教官，你们的房间洗哦，反正你们觉得不奇怪，那你们看着。哇，我这个是放大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错不错，很不错。为什么我们会来到广州呢？我们就想要说，我们难得来到深圳，而且他们的高铁超方便，50分钟就到广州了，这样我们就顺道来玩一下，寻找美食，拍拍照，对不对？过不一样的2023年的12月。Boring 啊，你们在好 boring 啊。And then 哦，明天是 Chris。的生日，我们碰巧偷看他的 IC， yeah, 不是 IC， 是他们的身份证，因为我们很好奇他们的身份证，我就碰巧看到他是明天生日。David 呢，好像也是这个月生日，对，但是不知道几时啦，所以我们就悄悄刚才在 shopping mall 买了两粒蛋糕，等一下吃晚饭，顺便跟我们一起庆祝。耶耶耶，耶耶耶耶 ，OK， 可以进来了。我们来到了唐丽园吃晚餐。 Oh my god， 你看好漂亮，古色古香。啊哈啊哈啊哈 Let's go。 唐丽园，荔枝的荔，哇，吃个晚餐也有那么仪式感，很冷很冷。 Let's go。 喂，拍个照。 What？没有外面，因为我们是在电视古装才看到的。对对对对，来我来我来。介绍一下，我这一次真的要。对呀、啊，我们都是在电话联络，没有，你还没见过本尊呢、啊。祝你哋有个美好的一天。哇，真的有看我的频道。终于要给我见面了 ，Alan， 我们就经常通电话的。哇，我们现在要马上给 Chris 还有大卫哥惊喜先，因为我怕等一下吃东西过后我坐着很乱。想得正确的，可爱吗？一个是芋头口味，一个是芒果啊。快点快点快点，不快点躲在这个圣诞老人。真的很讨厌给他惊喜。他又在那边走出来，他就，他可以在那边看到我们。我的蛋糕，必须的。你不要那么丢的。走。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Chris and David. Happy birthday to you. David,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Chris and David.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系系系系，冇错。哇！谢谢，多谢多谢。豆豆君君，
罗美龙沙，这个是他们讲什么海蟑螂啊？水蟑螂，水蟑，哎，水蟑螂跟海蟑螂也是嘎嚓。在上蟑的时候 ，David 一直讲哦，要带我们去吃，我们讲啊，有人在吃，不急的，不急的，我们没有一定要吃。然后 Nick 说拖我的福可以吃，对，人生第一只。啊！我不可以，来个特写。我们先吃饭，这个甜品。即系食黄味龙虾一定要用手嘅。先搣咗两个翅膀，捉住个头，我都觉得有啲核突，唔好意思。那个头是不要吃的。对，头不吃的，然后一口闷。哇，你唔讲我成只脚都嘎嘎脆，鸡肉味。你要吃哦！不要！我一生中最怕的就是小强，可是我今天就是要吃它。现在已经不怕了，还是一样怕。个头就系个 handle。不错吧？不错。不错。什么味道？终于体验到了。那蛋白质的味道。哦。After taste 哦，有一点好像我们吃那种姜、那个、姜的味道，可是因为一直想到它是蟑螂。对，其实它味道是就是正常的味道，只是说等你吃的时候，你就想象得到各种画面，你就会觉得哎呀，男人的嘴，骗人的嘴。今生要吃蟑螂，哎，你也吃了，我就 review you。那个表情，我现在静静的看到他，我不是很敢吃。是不是他有一点？没事，你不要看他。补么的？补肾，滋阴补肾。滋阴补肾啊，补你个肾啊，景轩。没有呀，这样子就可以了。噔噔噔噔。拿着。哇，你很大胆呢。我吃。我吃啊。没错。他吃了一个大拇指。他这酱油味很重啊。然后很爽。哎，到你。调味的。我拒绝。你要吃吗？他。这个是它不是肉来的，它是海鲜。这是水海鲜。哎，你吃了，倩影就吃了。倩影吃我还吃。倩影吃，他就吃。哎，三盆两胜了喽，他两胜了。慢慢念，慢慢念。对对对，快点，阿妹，你吃了不安就喝茶吧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你。看快点，你看快点，这边，这边。来来来，不急了，不急了。快来 vlog 两个钟在拍你吃蟑螂吗？掌声鼓励！耶 ，OK 吗？你说没有这个味道，蛮好吃的。愿赌服输，讲信用的 Alan， 哇，很肥哟！哎呀，这头。啊，软没法。好像那个银河海一样啊。银河海，它长像软壳蟹，骗人。这边的菜真的好吃，尤其是它的那个叉烧 ，Oh my god！ 放进嘴巴。把菜，这个。哇 ，Ferrero Rocher，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款巧克力，你是要买来送我情人节礼物吗？送给你。不好意思，我这里还有更大力的。今天哪一个颜色？超大个。一金一黑。对对对，黑金啊你。还有槟榔吧。对啊，弄那边嘞，这边嘞，好呀嘞，一撮这样子的，20块人民币。哇，这里有卖假发，因为可能有些人要拍抖音嘛，稍微用到假发，好像你一样啊。有你真好，黑心也好。香蕉面包，很像香蕉嘞。哇，真的哦！老婆饼里面有老婆吗？香蕉饼就香蕉。我们住在这边的那个酒店真的超方便，因为我们酒店一下来，右手边就有 7-Eleven， 左手边就有 Family Mart 跟螺蛳粉，那还有吃的，然后对面也是很多店。晕车快贴哦，这样坐你的车就可以贴了。我驾车很安全的，不会晕的。安全跟那个人会不会晕是另外一回事。不要上我车啊！哇，这边的酒店哦有这个机器，外卖到了过后嘞，机器人负责送上你的。房间，哎，他是在等我走吗？哦，好好好，我是障碍物，进电梯，给他先进，给他先进。我第一次是让老人家进的，是让哇，这样就是到了，他很神奇耶，他到了啊，石路。这样子的，拜拜。那个糖不是倒流。OK， 各位，我们的房间有这个智能小助理，他的名字叫小度。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请打开窗帘。哦，他打开了那个。哦，小度，小度。嗨。关闭窗帘。哇，太厉害了！到我，到我，到。小度，小度。哦。开电视。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小度，小度。哦。打开窗帘。你打开窗帘，不要叫他又关又开。小度，小度，那冲马桶。刚才说了什么呢？小度，小度，在哦，冲马桶。是想看冲马桶这个视频吗？他怕我会冲马桶，他开一个影片叫我冲马桶。这件也是莫多哥他们家的衣服，我感觉这个衣服就可以保暖我一整天。我这样子穿跟你这样子穿，感觉你好像这边很冷这样。不冷吗？很冷啊，真的是很冷啊，是真的很冷。因为美没有温度，是因为这个衣服哦，它真的很厚一下。哎 ，sorry， 就这样啊，反正扣不到。对对对，为什么我不要扣呢？不是忘记扣，是因为最近在这边吃太多，有点紧。然后这一个袜子也是他们家的嘞，很保暖。很 Q 哎。我好了，等我。再见。七点了。这里的酒店的食物好像不错，你看有我们喜欢的这个威哈后，哎，我吃这个包荷叶饭。哇，看到就开心。不送糖水。我们的酒店真的很方便，因为一出来直直走，然后就到了我们的地铁站。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东山口，东山口咧那边也是很好打卡拍照啦，它的 building 很复古啦。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也是去，等一下我们到了再拍给你们看。东山口，哎，数量四张啊，支付宝。这边哦真是很好逛，就很喜欢看这种老店啊。说如果你们来到广州，你们可以来这边，因为最主要就是打卡拍照，还有 cafe。饮料52，54，的声音都还蛮大的。这里有很大只的小鸟，我们自己去看看。好嘞，我们现在就在这边随便找了一个咖啡厅，是吃 bagel 的 crispy dog bagel， 订开的。哇 ，T-shirt 来的、啊？没有。卡哇伊啊！而且它的那个选项哦，我特地要求这个 bagel 是烤到有点脆脆，你们可以选的。是 normal。你是 normal， normal 咯，跟你一样哦。我点的是 cream cheese 的酱，不懂从何几时爱上贝哥， confirm 是受他们影响。我来到了天河城大街，我们逛下街，吹下暖气，好冷啊！它 central。哇，都没有看过自己这样肿过。哇，这个好，这个明年我们下雪可以穿，可以穿。哎，黑色跟白色价钱差很多，黑色那个哦，2000多人民币，这个1400人民币。如果 Alan 愿意跟我share穿，这个是歹，觉得买白色要不要？反正两件很爽。就是这样，我跟 Alan 每次唱反调，我喜欢的他不喜欢，就好像别个这样，我要 cream cheese， 他要 chocolate。
你一定会选黑色啦，可是我如果你在雪地，你里面穿比较 colorful 的，然后你装这个，你就不会很像雪地这样白了嘛。嗯，又可以一直穿。这边有两层啊，而且全部的眼睛是我没有看过的，可能有些是新到的没有看过，可是它的那个造型全部很美。这边有点它的加格的特色，对对对对对对对，忍住忍住忍住了，我这次旅行真的是很忍住了。我不小心又进来黑头店，这个墨有黑头店，我跟你讲，黑头店这东西真的超好逛，因为我今天也是戴他们家的耳环耳挂，然后他们为了搭配明年的龙年，他们出了龙的系列，是美的。可是这个只能戴这边吗？你这样你不能啊，很奇怪啊，不要靠近我。他们说美的女人身上都带刺，说的就是我，那个是玫瑰。OK， 景轩也种草，景轩也种，哎，喂，好看呐、啊！另外一边，很好看。因为景轩的耳朵没有耳洞，所以他戴这种很帅。欧力了哦，他们两个供我们三个，买了又买，买了又买，这也是有点过分哦，小姐姐你们。讲真的是真的很好逛啊，大家记得啊，如果你们来到中国，一定要来这个黑头店逛逛。这是旗舰店哦，对，这边是旗舰店。这个商场叫什么名字？天环广场。新环广场。天环啊，小姐。倩影就种草了这一个，有龙啊。这个呢是应援的，应援的，他要收集三个男人的眼泪，然后他就可以我扎你啊，然后你就可以升天了。不小心就，可是是开心啦，因为很美。回去酒店开箱给你们看，我们三个都有买哦。来到这边哦，不要遇他们两个哦，好恐怖哦。啊，How much is your outfit today? 我是因为很冷，所以我换衣。What you say? I say I feel very cold, so I change my outfit. I asking how much total is your outfit? Okay, I'm listen Justin Bieber. Where are you? How 好哦，还有这个 pet pet park 给小狗的，哇，好可爱啊。好乖呀、啊！然后我们走下来到这个体育室，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这样的喵的 cafe 啊，真的有猫啊，很多，很可爱。你看那猫猫在喝水，哇，好 cute， 又很肥，哇，大家里面满满一堆耶。哇，我们现在来到了体育西这一边呢，就是刚才我们 shopping mall 的对面那条街罢了。如果你们喜欢 po cafe 来讲的话啦，这边蛮适合你们，因为这边超多小小间的 cafe。嚟到广州一定要食点心饮茶啦，我们来到这个陆运茶居。必吃榜，刚才我们在隔壁店买茶叶咧，那个老板娘说一定要来吃的。Let's go， 饮茶上二楼，三楼是吃大排档。哎呦，但是我们要上二楼。哇，连续五年上榜必吃粤式茶点品牌。这个包包好可爱哦，那比较新，哇！哥，我在那个menu看这个三个永记金楼吗？我就以为是这样小粒，它里面是永记金楼，这个是应该我们吃的脆脆的那个糯糯那个糯米的东西的，嗯，它是温的，好吃，这里面是有水的，哎，可是它这个很好吃，哇，好脆哦，你这种吃的是比较黏。比较厚，好吃，你喝到吗？有哦，是的，我觉得里面不是重点。嗯，你看它像玩的尾巴，好薄哦，很薄，像皮包这样。
我觉得里面的水你可以喝，然后那个外层可以给我。最后我们点了一个烧麦，杨幂，你还点？哇，好像蛋糕出来了！哇，像芒果哎，这哎，刚刚好不很烫哎，真的没？应该是刚刚好。哇，这样这个点心店一定要来喽，好吃。虽然不会用筷子，但是你为了吃它，你会用筷子了。来剁好不好？我们在教倩颖讲广东话，你讲这个包狗奶牛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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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读。蒸楼，佢先提拍凳，大拍凳，我真系顶你唔顺啊！是宝宝，我们来到了这里花城会看什么呢？看广州塔小蛮腰啊！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是因为他们说这个 spot 拍照是最美的，哎，晚上很美哎，会发亮哎。花城会，而且嘞，它附近就有很多那种高楼大厦，什么那个 K11，哎是哎，对，这边也有哎，还有图书馆。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广州，也有 K11。哦，牛蛋，啊，那不小心。刚才 Pop 妈买了这个盲盒，因为我想要收集木兰。我本来是买三盒这个的，它封面是这样的。店员说：“小姐，你买三个一样，很大机会你会中一样的哦。”不如你买三个不同的款式吧，这样可能你不会这样容易中，OK 了。因为这三个哦，它的卡通人物 pose 啊衣服不一样，你就买这个。可是其实多美啦，多可爱啊，很 Q 哦。所以那时候我在上海，我没有进这间店就是这样咯，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花钱的。我开这个先。木兰 Bell 啊，我那时候哦，我觉得我跟那个 Bell 很有缘，因为之前我去买盲盒的时候，我也是抽到 Bell。我不是不喜欢 Bell 啦，我太多 Bell 了。这倩颖选的木兰来。OK， 第一次拿。喂，这样这个大一点哦，有这样多东西哦。这个只有 Bell 一个，茶杯都没有。不好意思。接下来开这个，哎，什么都可以啊！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有松鼠就不是木兰了，有一只，哎呀，白雪公主啊，看到了，我认得它的苹果啊，美耶，苹果一样。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哦，我就买了衣服啊、盲盒等等的。然后 Alan 呢就来到了这个 PlayStation， 买了他一直很想买的这一个 PlayStation Portal。Alan 找了很久。好，谢谢。哇，还有送礼物啊！谢谢。就是这一个东西 ，PlayStation Portal。哇。日本版。哦，日本版。那回去再开给大家看。对 ，Let's go。大家，我们现在回到来房间，迫不及待给你们看看，刚才我们都买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全部人那么的激动？首先给你们看，我买的腿鞋啊！你是亲眼看到我的，我就是买了马币大概400-500块，他就送我东西了。上次我去上海，不是有收到特色的化妆包，巧克力色的，很美。然后这次是 baby pink， 时间滴滴。其实呢，我买的那一个国大是收到那个化妆箱的，然后我讲说我带不回来呀，那个化妆箱也是 pink color 的，我就讲我可不可以换这个包，然后哦，他再送我这个包，这个包是跟上次的一样，但是它是 pink color， 美是不是？你带过去嘞？哇，这个 pink 很美嘞喂，哇，卡包啊，然后还送我这个刷子，也是送了这个，对呀，刷子，我忘记了，还有。送来的也是对镜子，那你买过东西化妆的多？只是买酱罢了，五个东西罢了，口红三支，然后还有这个 highlight 跟 eyeshadow， 还有景轩买给他朋友的口红，我们抽单啊，然后我就送这样多东西啊，好像是80多，马币500多就送这样多样了，你看他这个包软软的，好好装。再来就是我们三个也会一起入境的，因为他们两个也被我种草了，我从上海到深圳到广州都进的这个黑头店。来，首先第一个介绍这个是手链，看到没有？
圣诞限定是可以调的，然后我是有买一 set 啦，跟项链一起。哎，很美哦！你闷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玩。然后它的项链，你看项链，你不要看它好像很长哦，这边你可以调节。你如果不想要这样长来讲的话啦，你是可以好像当两条链这样子戴的。C C 也是可以的，对，也是可以。它的那个星星也是可以转的。又或者哦，你自己随意的戴，因为它是可以拉的，你也可以这样戴也是可以的，你自己随便调。我还在研究啦。另外一个，它是手链来的，跟耳环一起买，戴了穿过去哦，它是不是？磁铁说是更稳，很漂亮这样喂。然后我也买了很多这种耳环啊，然后这个是跟那个手链是一 set 的，它左右耳都可以戴，你就这样子，它不是在中间上的，你就跟着你的这个，然后它就戴在中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哦，喂，这个也是美美的，很拧的那个，这个也是左右耳可以戴的。拆啊！对，如果你可能不要这样夸张来讲的话啦，你是可以拆掉，只是戴这个耳环也是可以的。耳钉戴了之后，然后你就顺着你的耳朵，美哦，你可以戴下一点也 OK。来牵引，这个是给他们种草的，应该是讲那边的人太厉害讲话。对，明年是龙年、啊，明年是龙年啊，如果我是龙年的我，你这样你一定要买啊，哇，配你这个红色的首饰好漂亮啊，一起买啊。所以讲这个是什么什么石啊，松石，要点中国的那种传统。对，所以讲这个是灯笼啊，一大堆就种草，那是龙尾，哎。怎么他开箱到他唉声叹气讲，不是应该开心吗？你在这边买到你喜欢的东西，不懂那种草花音。景轩买的是耳挂，很漂亮，可能看到这些平平无奇，可是戴上耳朵它超级好看，很硬耶，我没有看过你这样子戴。这个也是，这个对，金色跟银色，但是我看我觉得还好啊，可是戴上去很漂亮、然后戴上去就我也有买一个这个、很好看，而且它是有重量的、很好看。大家如果觉得景轩帅，请在下面留言。来，左耳，右耳用来忘记你，左耳用来忘记你，右耳用来记得你。那我们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提早得生的礼物。你买，哎呦，不要浪费钱，也太早了吧？圣诞都还没有，还是要留到一月才给你了。就觉得，哎呀，你就跟他礼物都到了。是啊，等下可能你又去那里，我觉得可能你会用到，所以就快点送给你先。这个是我今天这身跟双一送的，真的吗？杰森知道了吗？杰森知道，他讲，怎么我不知道的？难怪他讲说，我跑去买生日礼物给我的朋友。难道是蜡笔小新？啊，黑头啊！你不舍得买的东西，那你考虑了很久啊？我有没？没有呗。这个很眼，我觉得。啊？这个是哪一个我看到的？买错了，妹妹。你们要？本来讲要一起买的吗？哦。一边珍珠一边是这个系列来的啊！怎么你们要买？你只是买的，怎么我不知道的？我们进来了，谢谢。弟弟，哦，你喜欢？我很喜欢，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戴 accessory 的。谢谢你们的生日礼物，蛋糕呢？蛋糕过后再补上。哦，我懂了，是不是你也有试那个来的？然后最后不是一直叫你买啊，然后我叫你一直消费。一直消费啊！可能你今天是这样的心情，你可以这样戴。如果你今天想要帅帅，你又可以这样子戴。一个，两样东西啊，里面我没有看到。哎，这个你不要当做是那个松鼠丢掉啊！这个我真的是不舍得买，但是价钱很简约，也是好。对，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然后我就觉得它好像不值这个价钱。可是它是真的好看。是。你刚才也是一直在没试，你是不是也是喜欢这个的？我觉得我不常戴就还好，就 OK， 就给常戴的。谢谢你们，我真的很喜欢。在这里我要谢谢景轩，谢谢 Sean， 谢谢 Jason， 还有谢谢。詹宁，谢谢你们！破费哦，因为真的是不便宜，谢谢你们，一年一次。我每次戴了，我会记住你们。哎，他们送的，左眼用来记住你，右眼用来忘记你。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我们在广州的 last day， 好快哦，每次。没关系，我们过后再来。
before 出去之前呢，给大家看看我的口红。平常呢，我都是用 3CE 啊，还有凯蒂姐 Kitty 姨的口红会比较多。No better 啊 ，No better， 这个是我会一直补货的。Butter Beige 是我昨天新买的颜色，就是我现在口红涂的。你涂在手跟你上嘴其实是真的很大分别的，所以我就拿来涂嘴，说哎，这个颜色是我真的没有的，因为我平常很少会买那种橘调跟浅色，因为我的皮肤比较黝黑一点，怕我不可以驾驭。可是上嘴了之后，这个颜色哎还不错，就是很显白啊。然后给你们看我的裙打吧 ，pink color 的毛衣是昨天在 Zara 买的，昨天 Zara 大减价80块马币罢了。还有这个是 Calvin Klein 的裤子，里面再穿了这个保暖裤，因为昨天7度，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做好保暖。今天4度。晚上可能会更冷哦，我不懂怎么这几天广州特别冷，我们回过后它的天气可能会变回。夏天啊，然后这个衣服咧，外套是我之前在日本买的，就这样。Let's go， 我们出发去吃早餐。早餐。耶耶。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河城是这个门瓦冰室，想喝的奶茶是个菠萝油啊。Oh my god！肥肥的，谁值得一试？我也是值得一试。哇哇，坐这个咖啡哦，是哦，比较有 feel 一点。哇，我们是第一个客户来到茶餐厅，一定要点这个黑板来牌子的奶茶了。Ellen 点混在一起。他的那个菠萝包超大力的，而且你看呢，哎。哇，不是开玩笑啊，它是很松哦，你看到吗？我们 share， 因为刚才看到很大力，所以我们就叫一粒 share 这个。我觉得它比较像那种有糖的面包，那种菠萝包的那种奶油的味道，可是是不错吃的，它面包很松，太像菠萝包了，我觉得。它上面那个真是很好吃的，但是很像白砂糖版的菠萝包、可能每个地方的那菠萝包不一样。不一样。我点了这个，用有公仔米。Let's eat。说这一个门瓦冰厅的食物 OK 啦，然后我们是刚好经过这边，很想吃茶餐厅的食物，所以我们才跑过来。你说很好吃就普通啦哈，因为有时候多人们想说你吃的这间不是最正宗啊，还是怎样？只是因为我们刚好经过我们就进去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好不好吃的，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然后来到旅行就看到什么觉得想吃的就会去吃。OK， 我们现在来到了沙面岛。沙面岛呢，这里是也是很多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啦，然后这边的建筑呢是欧式的建筑来的，非常的漂亮。这个是沙面堂，它是教堂来的。看到抖音很多人哇，好厉害！看，哎，要小心啊，这个其实也不，有小心点，你要 balance 那个脚。做同手同脚，哇！这样子有变异哦。啊？抖音不是有人玩到出神入化呗？是啊，跳舞。两个人洗完了还是？你要放完啊，那个手放完，我放完了，放完了，奇怪，你要站着玩呀？做你很奇怪，奇怪一个，我就是坐住玩的嘛。你看他脚超直的，坐住你坐住，坐住了，坐住了。哎，很累哦，笑到我很累。
行最开心的就是这样多人拍你，哇！他们在研究自己的照片，来先看 Alan 的，啊，来电话拍了 ，iPhone， 刘源呢？啊，来，最好看就是我 ，OK， 景轩呢？对，有 white 的，有近照，你看大家都美哦。如果你们觉得 Alan 拍的比较美，写一；倩影拍的最美，写二；景轩拍的最美，写三；我最美，写四。这是最少票。什么叫我最少票？我讲我不会不会不会，我给你一票。这个 bag 真是很 Q 啊，很衬我今天那个造型，很不错哦，很好装，它是那种挺挺这样的，防水的，花花的。哇，好啊，蜜蜂都来了。哇，蜜蜂看到我很美。鱼感。I love 虾面。虾面。会虾面。咖喱绿排。啊？咖喱绿排。海参很鲜粉。珍珠栗子焖煎软鸡。软鸡。星炒菜心。星炒菜心。星炒星炒菜心。麦吉。脆皮黑叉烧，超美食府，超美食府 ，OK。景轩心心想念的麦当劳，我食麦当劳，你食麦当劳，景轩爱食麦当劳，耶！这个东西是应该景轩迫不及待吃麦地的时候撞坏的。哇哇哇哇！阿诺，昨天晚上放在这边的水水水，无糖可乐。哇，很美啊，动画。是哦。哇，的包装好可爱呀、啊！我吃这个香芋酥，这个包装跟我的衣服很衬。哇，那个。我是麦当劳。不是每个地方有这个香芋酥，之前马来西亚好像有哦，我没有吃到。之前第一次吃是在澳门吃，很好吃。哇。声音很脆耶喂、嗯、你有试过吗？你们没有试过这个、啊、你们要吃这样子看，它芋头味很香，而且不会太甜。怎样这么浓的它的那个芋头，来轩，他们一直不要买讲城堡，但是他们不会后悔的。轩轩来，叫你们买变美，芋头很甜耶。我要买到一个了，哦，嗯，我要买到一个，不会错。大家如果你们看这，一定要来买来吃。我开的 M Stand 来这边试试咖啡，哇，就叫你们试试我家新出的这个橘子奶茶系列，耶耶，走吧。只有里面跟外面的座位。我们现在要去这个永庆坊，叫不到 taxi， 所以我们就打算走路去。刚才我们是在对面的沙面岛过天桥走来，这一条街内就有很多补品，羊头粉啊、陈皮啊，就有批发的中药、果杂货。菌这个煲汤啊，煮饭一流哦，很香，而且是养肝补气。古香古香啊，好美呀、啊！这边不再够，还有很多口味，用咖啡啦、乡愁啦、芒果啦、火龙果啦、奇异果啦、巧克力啦、葡萄干酱。你是选什么？我还是黏黏的。我是选你香芋。一个人是卖三块半的，两个看都不看就猜。两个算你们六块啊？那我就讲，我们站九点了，等下卖我们两个五块，那我们要过去猜一下。五块啊，快啊！因为那边写三个十块的嘛。有意有意哦，是这样的吗？有点像那个花粉、薯粉啊。啊，是那种感觉，不是那种不摘过的感觉，不像。该够上白白了吗？是不是？推一推的。哇，你看越玩越漂亮。
哦，这个永庆坊晚上哦，它那个桥那边呢已经开灯了，很像月亮家。不愧我们等的晚上开灯啊，晚上比较漂亮，是不是？6:22。现在6:22，因为我们以为6点开灯，等到6:03。你看，像不像月亮？好美呀、哦！哇！我们又回到来了体育西吃晚餐，在网上看到这个憨铁酱，哇，多赢了。我本身就是个火锅控，我就在网上看了这一间憨铁酱，我给他的菜品给吸引了，决定选这一家。我看到它里面的环境好像很复古这样啦，所以呢就试试看。迫不及待要开动了，因为我们足足等了差不多1-2个小时。虾丸，我你看我眼睛好熟练了呢。哇，有花纹呢。烧皮，烧雷皮，烧皮。你味道要沾酱哦。脆，它的麻辣哦，有一点辣，它的麻辣好像是不能调那个辣度的。快看这边，辣哦，对，好辣，苦里辣。胡椒味，哦，谢谢 Chris 送我跟 Alan 这一个海派甜，海派甜，海绵宝宝的系列。那这个狗链积木要拼的，很可爱哦。哎，你们又有东西做啦，可以帮我积这个海派甜心吗？我们公司没有闲人了。闲人是谁？医生。很 cute 哎，谢谢你 ，Chris。不客气。本人最近比较忙，我没有时间装这个积木。积木来的咩？你讲错。积木啦，哎，不是积木哈，其实讲错了。积木。考验你了。回摸你的爱。叮叮叮叮叮叮叮。姐姐，嘎嘎。第一次。从深圳到广州，大家买太多了，在收拾行李中，希望抓下不会超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广州再见，我们就要回马来西亚。到你，继续我的歌。我不会创造歌词。你不会唱后来？我懂他那个音，都是忘他歌词。谁唱了？萧敬腾。你会给刘若英的粉丝打？刘若英是谁？还有唱我歌。好了，我们4天3夜的广州之旅已经结束了，好不想回去。因为哦，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才发现到，哦，好好逛，好好买。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到的。原本我们以为我们昨天时间充足，可以去买佛山看某人脚，没关系，反正马来西亚来广州也是4-5个小时这样而已啦，也不会太远。所以下一次我希望我可以带我的爸爸妈妈过来，我觉得他们逛得很开心哎。对，因为这边吃也不用烦哦，就是很适合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胃口。对，然后沟通也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下一次我们还会再来，
可是我们这四天三夜，我们也是尽量逛到很多地方啦。嗯、现在不用签证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带你们父母来，或者是可以跟你们朋友一起来。这边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逛，而且风景很美。最重要是我们来说，冷冷天气很爽，虽然很冷。深圳也是不错啊，要看深圳的影片，上一个影片。接着看好啦，再见，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 Alan 劝你进来跟大家 say bye bye。 嘿，新年好，新年有你更美。更突然，其实我收到很多的朋友们呢 DM 我讲说，我们在中国是用现金还是怎样付款的。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换现金，换不多啦。然后我这一次呢在中国是用那个 Touch and Go 的，之前在上海我是用 Alipay，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卡有点问题啦。幸好我有 Touch and Go， Touch and Go 也是很方便用一下的。那你看到吗，不是有 Scan and Pay 吗？看他要 Scan 你或者是你 Scan 他啦，然后我们来按下 Pay， 这是我们平时 Malaysia 用的嘛，然后你就算 up， 他直接跳去那个 Alipay 那个人民币哦，然后他也是会收到马币换过来是多少钱的。其实没有拿现金哦，挺方便的。钱包都用得下去了。对，这样如果我真的没有这个 apps 的话啦，用现金可以吗？可以，可是可能要找钱给你会比较麻烦，一角两角那种。几毛钱？可能需要时间去找给你，因为大家哦，因为他那边 cashier 已经没有收那么多 cash 了，可能他需要去他的柜下面拿出来再开那个 cash 给你，会比较麻烦啊。In case 你们真的没有办法要用 cash， 他们还是照收的。Alan 是用 Alipay 的，只要你放你的那个 credit card 下去，你去到哪里哦，你 order 东西啊，你 scan 他的那个 menu 啊，你是用 Alipay 去 scan， 直接点餐直接给钱就可以了。喜茶啊，你可以先点，差不多要到你的号码你才去 collect 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那个 Alipay 放两张那个 credit card， 因为哦，我们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哦，我不是买 7-11 的，20块我 scan， 他一直想我的卡 decline 这样子，我就很奇怪，我用几天都没有事就 decline， 我就换另外一张 credit card 就可以过了。你最好准备两张 credit card 在里面会安全一点。对，第二天呢，我 decline 的那个 credit card 又可以用了。这个时代你怎样也要有一个信用卡膨胀，尤其是你去国外啊，你没有一个 credit card 是很麻烦的，因为不是每个国家可以support debit card 的。然后我又在那个中国那边申请中国移动一个电话号码，因为有很多 apps 啊需要中国认证嘛，像抖音啊，然后我可以用 WeChat Pay 啊，又可以用美团，又可以用高德。美团跟高德这两个 apps 我们一直用的。打车我们是用高德嘛，高德地图可以，它好像 Waze 这样子看那个 map 嘛，然后它可以直接叫车啊，接机啊，什么都可以的。但是里面我是用支付宝来给钱，很方便哦，你打了车，然后你下车用支付宝给钱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次在广州用的交通工具啦，就是他们的德士还有他们的地铁，因为他们搭 taxi 也不会贵啊，会不会便宜过马来西亚？会，会啊，坐个20多分钟，15-16块人民币，很方便。然后他的地铁也超方便的。简单讲，我们去中国，我们只是用几个 app， 一个 Touch and Go 或者是 Alipay、美团跟高德，其实就很够了，我不用带 cash 了。其实你到那个国家，你完全不用用 cash。我其实才换了500块马币哦，然后我还有剩，因为大部分我都是在用 Touch and Go 了，可能100块也是有剩。太方便了，不用掏钱出来的感觉真的很方便。好了，去中国的时候记得啊。我觉得现在中国免签证嘛，我觉得你们可以走走看看，就是去到那边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中国。Amazing！ 哇！我们下一站去哪里？我想去成都、重庆吃火锅，去北京啊、还想在北京我没有吃过。其实哪里都可以，因为中国很大。我是最重要是吃罢了。火锅，火锅，火锅，火锅。